哎，终于做好了呀！赵总拿来了啊，李小姐的，是不是拿出来？啥没听说？下棋还有正经的，不如自己，别忘记，快点的。嗯，好吧。哟，姜子儿，没听说有这号人啊？大哥，我看这肯定是外来物侵入庄，进行了禀断，咱不能让他过去。有道理啊，你这证件假的，我劝你原路返回，不然我不客气啊。啥？想让我回去？那不可能啊！一人我到这儿来，兄弟们冲啊！快备战，这小子还想冲啊！打呀！啊！小样啊，跟我斗，你还嫩点儿。对啊，不准备孕都很久了，怎么还怀不上孩啊？这你这免疫不育啊？那免疫细胞可能他精子长得太丑了吧，把精子当病毒给灭了。